哈利路亚。让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晚上所要祷告的经文。是的，我们来到台前的时候，让我们来一起读一下我们今天晚上所要祷告的经文。让我们再看我们的荧幕上，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圣经很主要的目的就是叫我们什么？要度责，要去劝勉别人。所以这个时刻，当我们想起的时候，我们所使用的圣经的时候，最终的目的还是到最后要我们叫我们每个人去行善。 Amen。 所以这时刻希望大家能够闭上我们的眼睛，让我们高举双手，我们就说：上帝啊，你的话语今天晚上就在这个时刻来充满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预备去行各样的善事。 Amen。 如果你可以的话，让我们开声用方言来祷告。哈利路亚，沙卡拉巴西迪安达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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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Shiri anda l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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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Shiri and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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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a l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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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来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就坦然无惧的卸下我们这一切的重担，来到他的面前，就是向他来敬拜。Shiri anda la ba ba, Shiri anda l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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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主啊，预备我们的心，主啊，预备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时刻就在主你的面前放下所有的重担，主啊，我们来单单的依靠你，主啊，我们来单单的仰望你，主啊，让这个晚上今天的聚会，让我们能够遇见你。沙卡拉巴巴巴，塞里安达拉巴巴巴巴，哦，圣灵啊，来敞开我们的心，主啊，圣灵啊，来敞开我们的心，塞里安达拉巴巴，塞里安达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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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弟兄姐妹，让我们更多的祷告，更多的祷告，更多的祷告，欢迎圣灵来充满我们，欢迎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啊，愿你的国度降临在这里，主啊，愿你的圣灵的火降临在这里，焚烧我们的心。主，沙卡拉巴西里安达拉巴巴巴巴巴巴巴。亲爱的父神，主啊，这个晚上，主，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纯洁的心来到神灵的面前。主啊，愿你今天掌权在这个聚会里面。主啊，我们知道唯有主你作王掌权到永远。主啊，这个聚会是神你所设定的，主，这个教会是神你所设立的，求主你使用我们这里所有的人。主，让我们能够靠着神你的话语多行各样的善事，主要使用我们的生命成为神你福音的出口，成为你重用的器皿，来被主你大大的使用，成为这个社区，成为这个国家美好的祝福。主要愿你使用我们的教会，愿你使用我们的教会所有的每一个人。主，我们相信唯有你能改变人的生命。主，谢谢你完全将今天的聚会献上于你，愿主你掌权，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大家说Amen， 哈利路亚！掌声荣耀都归给我们上帝。Amen。好，那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让我们来朗读使徒信经。好，一二三，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里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人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Amen， 哈利路亚！再次把荣耀归给我们上帝。让我们转向隔壁旁边的人， Amen， Amen， 把时间交给我们敬拜赞美团。Amen， 哈利路亚。
可以不用回去位置的，可以留着在这里，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嗨嗨嗨嗨 ，Hello，Hello， 嗨，大家好，有没有听到？哈利路亚，好不好？我们将最大的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主。Amen。 刚刚使徒信经里面说，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Amen。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祂活在我们当中，祂的坟墓是空的。哈利路亚。我们的主活在我们当中，祂说凡有两三个人奉祂的名聚会，祂就在我们当中。你相不相信我们的主就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是真神活在我们的当中，而我们可以献上我们一切尽心尽性尽意的你都敬拜我哋，你为爱我哋直到永远嘅主 ，Amen，Amen。Amen。 好，我哋一齐用呢啲嘅诗歌嚟到尽情，知道你可能唔识，但唔紧要，你可以啦啦啦，哇哇哇，咩都好，总之我哋尽心嘅嚟到主嘅面前嚟到敬拜佢 ，Amen。Amen。 让我哋一齐嚟到敬拜，哈利路亚。Walk my
薄，却你话实大卫作王，大卫作王，赞美声响如受痛的心，唱哈利路亚，大卫作王。在这末后世代，重建大卫帐幕，让这圣洁族类赞美永不止息。在这，在这。最大掌声爱主啊！主，我哋赞美，自由嘅献上，你从心底嘅感谢。
将从你从心里面的感谢来到献给我们的主。心处来到向你献上赞美，主我们多谢你在十字架里面为我们所造成的工作，以致我们能够坦然无惧。主你说你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给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到敬拜，来到赞美你。主多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幔子裂开，从上到下，你话成了，成了。定是假象，暴雪为我留下。
下，你我处处都在他肩下。
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羔羊已经得胜，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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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羔羊已经得胜。Yeah.
的神，你已经的神，你已经的神。
是的，主，你说你会向那些渴慕的人彰显你自己。主啊，你呼召我们要成为寻求你面的族类，成为寻求你面的雅各。主啊，我们在这里，你看到我们的心，你看到我们里面的渴望。主啊，我们不甘只是在远处敬拜，主啊，我们知道你就是要把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之上。主，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你的同在、你的宝座真的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渴慕看见你更多、更大的看见你的荣耀。主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呼求。主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渴慕。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渴慕吗？你渴慕吗？你渴慕吗？圣经说大大张口就大大充满，好不好？你现在就把你里面的渴慕跟主来说。哈利路亚，说主，我要看见你的荣耀，我要与你面对面，我要寻求你的，要认识你，我要认识你，主。今天来到经历你的爱，主，你说你恩典是完全无条件的接纳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你安慰你的爱使到我们坚壮。纵然我们会有跌倒、会有失信的时候，但你说你用你的爱来到寻找我们，遮盖我们一切的羞耻。耶稣，我们好想向你来到献上我们从心里面的感谢。多谢你，主。当我软弱，你没有离场，你安慰我在爱里仍会跌倒，仍会失信，在羞愧里你找到我，做我永远依靠。当我软弱，当我软弱，你没有离场，你安慰我在爱里坚壮，仍会跌倒，仍会失信，在羞愧里你找到我，作我永远依靠。我们一起来，耶稣，我们感谢你。耶稣，我感谢你，从恩典来找到自己，在你手中破碎都可完美，你大能疗愈我心。
主耶稣，我从心的去向你发出赞美，我从心的去到感谢你。是神啊，你虽然是那位坐在宝座上面的那位神，但你却很深的爱我们每一个人。神啊，你有很大的权柄，你很大的权力，但你却深深的爱着我们每一个。你说你想要的就是我们跟你的关系，你说你想要的就是我们可以更加跟你的心去靠近。耶稣，多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你丰盛的慈爱是救我们的用。
你恩典我们永远都不会缺乏。神啊，我多谢你，因为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去死，为我们的罪去死。神啊，我多谢你，这个白白的恩典我们只能够用我们的心，我们去到赞美去敬拜你，去唱出神啊，我们都很爱你耶稣。神啊，我们很感谢你，是所以耶稣，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去赞美你，去敬拜你，去唱出对你的爱，去唱出对你的赞美。这个就是一个去回应你的爱的方法。神啊，你的爱是很深很大很长阔高深的爱。神啊，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看得见你的荣耀和你的伟大，看得见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是多么大的一件事，看得见你对我们的恩典，以致我们可以更多的去赞美你，更多的去敬拜你。耶稣，很多谢你，很感谢你，我向你献上极大的感恩赞美，求你悦纳我们刚才的敬拜，祈祷是奉主名求， Amen Amen。哈利路亚，再给我们耶稣一个最大最大的掌声，哈利路亚。 Amen Amen。 坐下之前跟你旁边跟他说，很开心能够跟你一起敬拜。我再补充报告一下，我们在下个礼拜开始8月7号呢，我们在进行这一个呢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配合我们全国妇婴联谊会 NECF 所推动40天一年一度的40天禁食祷告啊，重点叫祷告哈，进食是行选择可以一餐两餐，但重点叫祷告。但是怎样祷告呢？因为去我们上回有请人去说几个免费的手册，包括这个祷告的这个事项。我们先看个视频，关乎这个呢，我们推荐这个呢，一年一度的40天进食祷告是全国的一个呢进食的祷告的活动。我们看这个视频。Multitudes, people of diverse background, ethnicity, age, and culture. They are all around us, at work, in school, in our cities, and in our communities. How should we feel about them? How should we care for them? Does anyone see? Does anyone care? One man does.His name is Jesus. He sees them differently. Lost, hurting, suffering, dying. The sight of them moves him with compassion. Compassion to reach them, to love them, to heal them, and to set them free.This is the harvest in the valley of decision. This is the harvest that is desperately waiting for workers. His heart's cry is still the same today. The harvest is great, but the workers are few. Pray for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to send out more workers. In the next 40 days of fast and pray, let us make a commitment.To cry out to God that we, the church, will arise. Arise and see what Jesus sees, to feel what Jesus feels, and to go forth with the Lord Jesus to the harvest. 好，把掌声给上帝，阿门。你知道过去十多年当中，就是因为我们全国也推动这四天禁食祷告。所以我们今年2018年5月9号，我们国家一个改变，政府变天的，就是因为呢透过祷告。但是我们知道变天还不够，要让国家不断被建设，同时被振作起来，要更多的祷告。跟旁边说，要更多的祷告。
阿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除了这个推动这个四天金石祷告之外呢，我们同时也上个月我开始在我们的一些组长当中推动这个九三八的这个运动。什么叫九三八呢？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八节，祷告那庄稼主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庄稼多，工人少，这是今天的一个事实。但是怎样办呢？祷告庄稼的主，一起说祷告庄稼的主。做什么东西呢？打发工人，感动人去做神的工作。所以每一天晚上九点三十八分，早上九点三十八分，九三八，有可以记吗？哈，九点三十八分，我们就要呢用一分钟呢围着这些事情祷告。如果每一个人都看重九三八，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八节这个经文就提醒我们说要祷告，也要呢看重庄稼。今年我们的主题是大丰收。The Great Harvest， 这是今年的主题，所以我们配合全国这个金石祷告来围着我们国家，围着城市祷告。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另外一个礼堂也办了一个芙蓉的一个城市祷告，我们刚刚大概有七八个教会一起来参与，把掌声归给上帝。阿门！感谢主，我们看重这个祷告啊！所以记得上个月呢，请索取一个免费的这个呢资料，分配这个祷告手册，而且这事项哦，还有个卡片是节制卡。感谢神，谢谢我们的敬拜团，感谢神啊！哈利路亚。好，今天晚上呢，我很高兴，我们来自我们香港呢，我们一般的我们的牧师和这些的团队他们当中，所以我们有来自这个香港基督这个复兴教会的主任牧师，就是我们的刘志山牧师，还有师母也是宣仁牧师，他的儿子是 Benjamin， 就是唐吉大。那一位呢？还有李翔，来自中国上海的还有呢，来自马来西亚，这位三位是马来西亚人，这是我们教的 Derek 呢，还有我们这个呢，谁呢？就是 Ken 呢，是吧？和这个呢，阿豪了，感谢神了还有我们的 Chloe 在我们当中，所以感谢上帝啊，所以好，今晚上我们很高兴，我们要邀请我们刘志祥牧师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我不忘记我们还有那 Golden Moon， 谢谢你把我们这边的牧师和团队带从新加坡带下来哦，感谢主。好，我们就不多讲了，就把时间多给我们牧师来多分享更多神的心意。在我们当中，掌声欢迎我们刘牧师。谢谢王牧师。扣以整个 iPad 如果连到摆后面弟兄姊妹平安，平安。王牧师叫我讲广东话，今天晚上讲到，你们 OK 吗？有没有人听不懂广东话的？不好意思我哋香港人嚟噶嘛。所以我们一班香港的弟兄姊妹，就有一个上海我带来的李翔，他听不懂广东话了，不好意思所以感谢主。刚才呢在弹 keyboard 前两个晚上在特会里面也帮助我们带敬拜的李翔弟兄李翔站起来好不好，我们欢迎你一下。 Amen。 大家有没有听那个敬拜赞美诗是 Hillsong 的 Hillsong 的诗歌，有没有听过听过我告诉大家，以前你听到中文的 Hillsong 都是约书亚台湾的那个买来的版权了，以后你会听到就是中国他们翻译的，而且他唱的中文版，所以现在Hillsong， 所以你有机会支持一下那个中文华语的 Hillsong 呢，你就会听到我们的国内的同工他们的敬拜，他们的赞美，哈利路亚。好，对不对Chloe？ 好，你 AirPlay 得噶啦 ，AirPlay 得噶啦 ，OK。行不行 ？OK， 好，你帮我放 AirPlay 一箱，帮佢啊，唔该。头先啱啱我一路都好地地敬拜嗰阵。好啦，今晚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先，好嘛？分享一个题目咧，就关于叫做更好嘅还要来，明唔明？同你旁边个人讲，更好嘅还要来，得唔得？更好嘅还要来。The best is yet to come。The best is yet to come。OK 吗？出来，出来了。你 play 嗰个右上角跟住将个 keyboard 摆 iPad 摆嗰度，唔好喐啦，我自己揿得噶啦。OK， 好 ，OK， 好 ，OK， 好。我哋咧先读一段嘅经文先，呢段嘅经文我哋一齐睇好嘛？预备，一、二、三，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娶亲的筵席。你哋读圣经系唔惯用广东话咧，我哋用华语读圣经好唔好？在加利利的加拿，一起来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剩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江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掏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去管筵席的，上了那水边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掏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吃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献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了。这是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阿们。有谁读过这段经文的摇摇手好不好？哇，哎，谁读过这段经文的摇摇手先？哈利路亚，我们大部分都读过这段的，我们先做个祈祷好不好？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多谢你今天晚上呢，我们很感恩在芙蓉，我们爱恩社区教会，我们一起去敬拜主。我们有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我们讲的口音的说话，但我们都有一个信仰，一个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愿今天主你跟我们讲说话，圣灵打开我们的心，使到我们得着神你最大的祝福。我们把一切荣耀重赞归我们的神，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是不是？耶稣做第几个神迹？第几个？第一个，第一个神迹。在一个地方叫什么名字？这个地方行神迹的地方叫什么？加拿。大家有没有去过以色列这个地方？加拿，有些去过，有些去过。有没有在那里行婚礼？有些人在那里再搞婚礼，跟着有些人在那里买酒喝。加拿一个是耶稣拿撒勒附近的一个村庄，所以当时呢，耶稣去到那里了，哎，他去喝，你知道，去喝真是没有酒，真是挺失礼人的嘛，是不是？那他这里他妈妈呢，他妈妈叫什么名字？大声点，妈妈叫什么名字？玛利亚。玛利亚呢，你有没有留意在这里？咦，耶稣的母亲就跟他说，哎，他们没有酒，为什么玛利亚要这样说呢？玛利亚为什么这么多事的呢？大家你想想，为什么玛利亚这么多事呢？耶稣那时候30岁左右，是吧？玛利亚等了30年了，你想想，全世界没有人知道耶稣有料到，但是玛利亚知不知道耶稣有料到？哇，当然了，圣灵感人怀孕他的，是吧？哇，跟着他生了耶稣出来等了几年了。哇，姊妹，你做阿妈的，这里有没有做妈妈的？哇，做妈妈的举手好吗？那些妈妈就知道了，哇，啲仔女越长大，哇，做了什么，成间什么医生啊，做了律师啊，做了不同的职业啊，做了，哇，服侍主啊，好爱神，哇，好光荣啊，哇，这个我的仔啊，有没有这样啊？有没有妈妈是这样啊？哇，见到啲仔女好叻嘅，跟住话，哇，是我的仔，有没有妈妈是这样啊？耶稣的妈妈玛利亚都是这么上下的。哇，他等了30年了。咦，啊，这个仔这么特别的，圣灵感恩的，我都没结婚就生了个仔，这个人是有些出色的了，有些特别的东西。咦，今天 去喝，带他一起。哇，还有他讲话又有很多人听。咦，现在没仔了，不是没走了，立刻拍仔，阿仔没走了，快点整些东西来看看。哇，即希望他怎样啊？即係好過上我是歌手啦嘛，又唔使做嗰只冇橫孔啦嘛，對唔對？哇，梗係有個機會佢即係表演下啦。所以嗱，媽媽嘅心係咁啊。我記得幾年前咧，我哋去美國去服侍啊，跟住我即係走去即係講道啦。跟住咁啱咧，喺我講道之前咧，我個女咧去讀大學啊。跟住佢，我喺度預備佢講道，佢就阿爸爹哋你講咩啊？咁我同佢講，我講亞伯拉罕咁樣嚇。佢好啊，咁啊，你講啲咩內容？佢望下我，我一路寫咁樣。跟住第二日佢同我老豆
不好意思，我不小心寫了一首詩歌，不小心啊，寫了一首詩歌，我唱來聽聽，挺好聽的，跟着我主日崇拜的時候，你幫我講到之前唱一唱好嗎？他好，不過一個條件，我說什麼？他不可以告訴人是我唱的，我寫的，這樣我 OK, no problem, 唱咯，我老婆我仔就唱，一唱完之後我就俾個麥我太太啊雙人牧師啊，大家有聽佢講啊，講到有冇聽啊？講雅歌有冇聽啊？雙人牧師有嘅，搖搖手，覺得佢講得好好嘅，俾啲掌聲鼓勵佢好嘛？啊，好好啊，感謝主啊，應該佢講多啲噶啦嚇，咁啊。我太太就講啊，攞起支麥，你知唔知當媽咪啊？我太太一攞起支麥，你第一句你知唔知佢講咩啊？頭先首歌好唔好聽啊？跟住第二句講咩咧？首歌係咩啊？我個女寫啊！哇！我睇住我個女嘅樣啊！但係我又其實咧，我老婆講咗我想，其實佢唔講到我攞住支麥我都講噶啦。不過佢講咗先，但係爸爸媽媽嘅心咧望住個仔女咧，希望佢越嚟越好定越嚟越咩啊？梗係越嚟越好噶啦，更好嘅乜嘢啊？還要來，弟兄姊妹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係咩？呢個本來好似一個有問題嘅情況，哎呀，有啲爭咁啲喎，有麻煩喎，但係因為有耶穌去飲就唔同啦。每一個酒席可能都有問題嘅，唉，找唔到數啊，爭咁兩碟乳豬啊咁樣嘅嚇。但係你有冇請耶穌去飲咧？你請耶穌去飲咪冇呢啲問題咯嚇。你睇嗰個人賺咗㗎啦，六口石缸喎，係咪裝滿咗水喎？陣間先話俾你聽，佢賺咗幾多錢先嚇。跟住耶穌嘅媽媽咧就係咁樣啦，好想耶穌喺呢個機會裏邊咧，去咧能夠就彰顯佢自己嚇。所以留意下呢度啊。第三樣嘢我要同大家講，關於呢個神蹟。第一嚇有一個嘅主題嘅，讀一讀先好嘛？紅色嘅字，一二三，出現在聽命時，一齊講神蹟出現在咩啊？即係咩叫聽命啊？就聽話啊！你同你教友講啊，聽話就有神蹟噶啦。誒，話俾你教友講啊，聽話就有神蹟啦。啊，聽話就有神蹟噶啦，好嘛？你拍下隔離嗰個嚇嗱，我叫你個。你點解經歷唔到神蹟咧？我叫大家拍隔離嗰個，你咁樣，你點有神蹟咧？最簡單，而家叫拍一拍隔離，同佢講聽話有神蹟。你連呢一句都唔做咧，你點經歷神蹟咧？啊，嗱啱啲啦，好啲啦，係啊，拍隔離同佢講啊，聽話有神蹟啊，弟兄姊妹，係啊，所以牧師叫你做啲嘢咧，你要聽話啊。即係當然啦，聽牧師話都幾好，但係最緊要聽邊個話？聽耶穌啊！但係你連牧師啲話都唔聽，點聽計見唔到嘅耶穌咧？嚇！所以我訓練大家拍一拍隔離講一講，你聽話就點樣啊？聽話就有什麼？你有沒有生命經歷過神蹟啦？你想不想生命經歷神蹟？需不需要生命經歷神蹟？那你要好好的聽話呢。這裡講什麼呢？嚇！呢度講咩咧？其實你哋係咪唔識聽廣東話嘅咧？我講廣東話，你好似冇反應咁樣，未瞓醒嘅，嚇？啊，瞓醒啦嚇，係咪？我都唔知應唔應該講翻華語啦嘛，啊，我啲普普通通啊，講廣東話。你睇耶穌話啦，啊，誒，母親啊，啊，婦人啊，我與你有什麼相干咧？我嘅乜嘢啊？時候，嗱，呢度咧，耶穌係講緊就係耶穌知道天父有一個嘅時機。你知道時候呢個字有兩個意思嗬？一個叫時間，一齊講呢個叫做咩啊？一個叫做時機，一齊講。Chronos 同埋 Kairos 啊，一個兩個希臘文。一個叫時間就係每一日約咗朋友食飯飲茶，呢啲叫時間。但原來有啲叫時機，時機就超過咗時間。所以我哋做基督徒唔好淨係做一個睇時間嘅基督徒 ，Amen。我哋做一個有屬靈上面敏鋭知道時機嘅基督徒啊，所以你聽晚去學嗰啲投資嗰啲，咪捉時機啦，係咪？唔係睇時間噶嘛，你要捕捉喺神裏邊有一個時機。耶穌知道天父嘅時機幾時？呢個未必係佢要彰顯佢神兒子嘅身份啊。不過瑪利亞佢又特別啲，下一句瑪利亞基本上咧，佢有冇聽耶穌講咧？耶穌講完之後，瑪利亞啫，佢唔係一般嘅人，佢係耶穌嘅媽，你記住。
係啊，佢係借咗聾耳診隻耳。跟住耶穌一講完之後咧，瑪利亞講咩咧？佢話：喂，瑪利亞就對啲工人講啦。佢講咩啊？紅色紙一齊讀啊嘛，一二三，他告訴你們什麼，你們就哇，好唔好？我哋試下將呢個他換咗做耶穌，將呢個你們換咗做我們。我哋讀一次好嘛？預備，一二三，耶穌告訴我們什麼，我們就哇，弟兄姊妹，你知唔知呢個好大嘅鎖匙開啟神蹟嘅門啊？耶穌告訴乜嘢？我們咩啊？我們就你有冇試過耶穌叫你做嘢，你回應呢？聖經耶穌教導我哋，我哋一路做落去，你就會經歷神蹟。哈利路亞！所以呢個第一個神蹟出現在乜嘢啊？聽命時，一齊講神蹟出現在即是咩？聽話。哈利路亞！在幾年前咧，我有機會咧去到上海，就係去到阿李祥啊弟兄嗰間教會嗰度服侍。咁啊，即係佢個牧師同我聯絡，有個敬拜讚美嘅培訓啊，李祥弟兄一班人咧一齊去安排。咁啊，我哋有機會上去上海。咁啊，上上海嗰度咧，去之前咧，大概兩個禮拜啊，佢打電話俾我，佢牧師，哎呀，佢阿三牧師，三牧師，本來要搞聚會嗰度咧，俾啲公安啲警察嚟冚咗檔啊！哇，咁危險啊！佢話係啊，我幫第二個單位咧租地方嗰陣咧，點知咧哎呀，即係佢出咗事，你知大陸唔係好似呢度咁輕鬆聚會噶嘛？你知唔知啊？大家知唔知啊？嚇，佢有啲打壓咁啊！喂，跟住我就同佢講啊，我話喂咁樣啊，咁會唔會即係我取消個行程啊，定話點樣啊？唔好俾你有啲即係麻煩啊、壓力啊咁啊，好唔好啊？跟住個牧師就同我講冇，耶穌叫我做。耶穌而家冇叫我唔做，阿三牧師，我哋繼續做咁啊！哇，佢講完呢句，我突然間覺得自己縮曬，我突然間覺得佢好勁啲信心。哇，係耶穌叫咗做，冇叫唔做喎，係咪？咁好啦，咁啊繼續去啊！咁啊去到上海嗰陣咧，咁啊我星期二三度喺第二啲教會聚會，佢哋教會喺浦東嗰邊，咁啊我哋就係週星期六日啊五六日我哋去聚會。咁我星期二三去到，星期三同星期四咧就收到天文台消息啊，超級颱風。打緊嚟上海啦，咁啊個颱風嘅名叫燦紅啊，啊燦就燦啊，嚇燦紅就打緊嚟啦，咁啊哇見到咧即係啲天氣又差喎，咁我大概禮拜四就打電話俾阿牧師啦，阿牧師牧師，喂過兩日就係聚會噶啦喎，有個特會啲弟兄姊妹坐嗰啲電單車啊，啲叫電瓶車啊，坐嗰啲電瓶車嚟嘅，知唔知啊？咁啊哇喂，會唔會吹冧佢哋啊？我哋個聚會使唔使做啲調整啊？你知我哋香港啊，唔知馬來西亞會唔會啦？打風會有啲特別嘅措施噶嘛？你哋呢度打唔打風噶？唔打，咁你哋唔識呢啲嘢啦嚇。香港會刮八號風球啊，呢樣嗰樣噶嘛。咁啊打風有啲特別嘅措施噶嘛。我喂，阿牧師牧師，使唔使做啲調整噶嘛？阿牧師話調咩整啊？我話即係咧嗰啲咧，使唔使延遲啊、改期啊嗰啲？佢改咩期啊？耶穌冇叫改期喎，咁樣。我話係喎，咁我你只一講呢啲嘢就覺得自己。好像很冇水平啊嘛，講呢啲説話，突然間覺得又縮細啦，即嚇你明唔明啊？一路覺得自己縮細，一路覺得佢放大咁樣嗰啲咧，咁啊咁啊去啦。跟住星期五晚，我哋去到一個年青聚會，阿李祥仲喺度，我仲問佢：咦，啲後生仔喺邊啊？阿李祥就話啦：頭先我哋去預備聽日嘅聚會。哇，風打緊嚟喎，覺得個天橙色嘅，哇，好似唞唔到氣嗰啲超級颱風嚟。但好似我哋祈禱，我哋祈禱咁啊。咁啊，感謝神，我問個牧師得唔得？牧師話得，冇問題嘅，冇問題嘅。感謝主，星期六個風就。咦啊！頭先明明出咗嚟喎，大家見唔見到啊？即係我整咗嗰幅相咧，就係嗰啲天文台啊嚇，天文台見到個風嗱，啲右手邊嗰個咧就係嗰個風啦。啊，一路去到差唔多綠色嗰度掂到上海咧，突然間咧好似嗰啲頭文字 D 嗰啲漂移啊，知咩叫漂移啊？係啊嚇。就話話跟住哇就彈，唔知點解彈咗去北韓，我哋都冇咁黑心射佢北韓嘅。不過唔知點解佢彈咗去北韓。啊李祥話佢冇攞咩證啊？你說沒有什麼證啊？啊佢話冇上海牌照，個颱風唔入得上海咁啊嚇。但感謝主，哈利路亞，神蹟出現在聽命時，我哋俾掌聲我哋神好嘛？哈利路亞，弟兄姊妹。神叫你做啊 ，Amen！ 神冇话唔做啊，所以连个风都要借名唔该，哈利路亚 ，Amen！ 我哋嘅神系咪超过一切嘅神啊？
你生命里面有没有情况是大过你控制不到？你不要叫我风不来啊，它不来的吗？是吗？是啊，你叫个榴莲快点跌下来啊，你站了半日可能不跌的，你一想转身就扑头啊，你都不知道你等榴莲跌的嘛，好像马来西亚的话是吗？你做人不是等榴莲跌的嘛，但是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是吗？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知道神迹出现在什么？听命时，有时候我们不听话做基督徒，神是不是叫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就要学习去听神讲的呢？要不要学啊？你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圣经，感谢主啦，2015年几年前七月我就去了台风，跟着我们就很感恩，我们哇很顺利可以有一个的敬拜培训顺利进行，我们给掌声我们神好不好？哈利路亚。那次我带了我儿子带了我女儿一起去探他们，哈利路亚，在他们的地方一起。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也是另外一段经文，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告诉我们知道神迹是怎样出现的，好吗？预备一二三来。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个故事发生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啲门徒成晚打鱼，啲门徒大部分都是渔夫嚟噶嘛，系咪？成晚打鱼打唔打到啊？跟住圣经话啦，前面嗰几节话佢哋准备喺度洗咩啊？洗网啊，普通话好似洗碗啊，好似洗碗咁啊，洗网。洗完网就谂住做咩噶？就翻屋企啦，想瞓觉啦，系咪？成晚打嘢打鱼啊嘛，通宵。诶，点知耶稣突然间出现，就叫佢喂，撑开两小少少啲船。就上了船道講道，講完道就話同佢：，嘿，嚟再去打魚啦！咁啊嚇，係嘛？跟住西門就講咗呢句説話啦。我同你講啊，呢個係一個神蹟嘅密碼，一齊講呢個係咩啊？瑪利亞講句説話一模一樣嘅，佢話耶穌吩咐什麼，我哋就點樣啊？呢度啦，佢話西門，你留意一下，西門佢講咩啊？佢話喂，夫子夫子，你啊打魚嘅。啊，唔係，我哋係打魚嘅，你係鬥木嘅，嚇，你係外行人，我哋係內行人，係唔好講呢啲啦，你翻扯啦，係嘛？阿夫子夫子，我哋成晚都嚇整夜勞力，得唔到什麼，但係之後佢講咗一句做咩啊？但依從你的話，成句經文，我話俾大家知，有一個字好緊要，就係個但字，跟我一齊講咩字啊？呢個字並唔係咁樣講嘅。这个蛋呢，你留意一下，这个蛋是即是普通话就这样说了，你吃饭可以不加蛋，祷告一定要加一个蛋。这个蛋很重要了，你留意一下，留意一下，在这个蛋字之前彼得说什么？蓝色字，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没得到什么，请问你彼得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有阿牧师就叫我哋去聚会四十日禁食祈祷呢样嗰样。阿牧师，牧师最近好忙啊嘛。阿牧师，牧师，哎呀，最近又咁啊。我哋有时候牧师叫我哋，我哋都好多嘢讲噶，好似阿彼得咁样噶，系咪啊？有冇？有冇？但系大家有冇讲完一堆嘢之后，但牧师我听你嘅话，听晚嚟啦，七点半新城教会啊嘛。顶姊妹，你讲嘢有冇加个蛋落去啊？你祈祷有没有加个蛋下去啊？你留意一下，他前面蓝色的字字跟耶稣讲完一大堆，自己又不行啊，之后他讲个蛋，蛋完之后他讲什么？我听你的话，跟着红色字最后说什么？我就，诶，由蓝色的字去到粉红色字，彼得转变了，他发完一轮牢骚之后，他下网，有没有啊？你有没有试过发完一轮牢骚之后，好啦，我奉献啦，好啦，我嚟祈祷会啦，好啦，我嚟禁食啦。你发完牢骚多数唔嚟噶喎。哎呀，咁，系好忙啊嘛，最近屋企仲要煲落汤，我翻屋企睇火啊，跟住搞一大扎嘢就唔嚟噶啦。但你留意阿彼得，所以你谂下，弟兄姊妹，我哋现实好多嘅情况就好似呢个蓝色嘅字，但系有一个好紧要、好紧要嘅生命嘅功课就系大。你有没有试过在你的祈祷里面加这个蛋呢？蛋，但这个蛋很难的，你知不知道？这个蛋可能很挣扎的，哎呀，这样我要奉献蛋，
作奉獻啦，依從你嘅話。我記得啊，頭先又諗一諗，我同我老婆頭先嗰個唱歌紅色衫嗰個哥哥仔係我個仔啊，嚇叫做 Benjamin 啊，俾掌聲 Benjamin 好唔好啊？Benjamin 係我哋有兩個仔女啦，佢係細嘅，我哋有個大嘅女21歲叫 Katie 嗬。咁啊，我同我太太結咗婚，你估結咗婚結咗婚幾多年啊？我哋結咗婚嚇，你見到個仔咁高大都嚇。即係20幾年啦，但我老婆仲好似20幾歲咁樣。你猜我哋幾年啊？嚇，我老婆而家好似個樣20幾歲，個樣20幾歲 ，OK 嚇啊，結咗婚20幾年嚇啊，我結婚23年啊，1995年4月15號結婚，係嘛？感謝主。咁我哋即係啱啱結婚嗰陣，我喺教會就做中國嘅事工，跟包德寧牧師。大家識唔識包德寧牧師啊？包德寧牧師嚇嚇，咁啊，包牧師係我嘅外父。咁我哋就做好多帶聖經入中國。咁嗰陣我都係幫忙同阿太太帶聖經入去中國。咁啱啱1995年4月15號結婚，我哋6月份嗰陣咧結婚，大概差唔多2個月到，都唔夠2個月，仲係新婚啊！我哋今日都仲係新婚，只係新婚20幾年啫。嗰陣係新婚2個幾月。咁啊，新婚2個幾月，我哋去北京就幫一個美國嘅團隊咧，就帶10,000本聖經，10,000本咯。有大概60幾個美國人，就分3趟飛機，20幾人，每20幾人咧就攞3000幾本，咁啊就喺去到北京。大家記唔記得嗬？6月份喺北京有一個好緊要，令到成個國家好緊張嘅日子啊！由1989年6月4號開始，知咩事件啊？係啦，就係1989年6月4號啦。大家識啊？知唔知啊 ？OK， 咁啊嗰陣我哋啱1995年。6月份好緊張喎，咁啊成個60幾個美國佬，咁啊冇即係有美國姊妹啊弟兄啦，咁冇中國人啊，咁啊佢哋唔識啊，咁啊我同我太太咧就同有幾個我哋啲童工咧就負責做接裝啊，你知咩叫接裝啊？係啊，咁啊佢哋帶啲聖經嚟偷偷地喎，咁我哋喺北京嗰度偷偷地又接喎，跟住我哋又偷偷地又俾翻嗰啲大陸嗰啲傳道人咯。以前啲大陸傳道人冇啊李祥咁。咁有型噶嘛？以前嗰啲好似農村嗰啲啊，農村啊又唔識英文，邊識得轟喪啊？嗰陣啊啲人啊，頂多識得阿山哥啫，我叫阿山哥啊嘛，咪轟喪咯。佢唔識嗰個轟喪，識呢個轟喪啊嘛。我係阿山哥啊。OK， 咁啊，我哋去接啦，哇，接聖經，哇，好緊張喎。咁啊，機場嗰度分3趟，咁啊，好細節唔講啦，好似咧即係嗰啲 Mission Impossible 咁樣嗰啲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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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哋安排得好緊張噶嘛。第一20幾人3000本送走啦，跟住我同我老婆翻到飛機場，準備接第二趟，點知突然間有2個公安走埋嚟喎，1995年嗰陣冇手提電話乜都冇，咁啊衝埋嚟，咁佢啊你知佢個樣一睇就係西人樣啦，係咪？咁我嘅樣一睇就係中國人樣啦，我係揸回鄉證，佢揸美國護照，兩個公安就夾我哋啦。哦，就話你哋係咪有份啊？你們是是是嚇啊？就送那個那個宗教書籍啦。啊，我哋即係扮傻啦。啊，天氣幾好喎。啊，你 how are you 咁啊？唔理你啊。跟住哇，即係長話短説，總之佢哋就捉我哋，要拉我哋翻公安局。啊不，我心裏邊咧即係。好好掙扎啊！未試過啊嘛，1995年啱啱結婚，俾公安拉，突然間佢要拉我就問我哋一句啦：喂，你哋有冇份同嗰啲鬼佬一齊啊？跟呢些外國人一起送那個聖經宗教書籍，你們有沒有參與？有還是沒有？我就一路講啊，天氣幾好啊，呢樣嗰樣嗰啲啦。不要說這個有還是沒有，說。哇！弟兄姊妹，你信耶穌有冇信到一個乜都冇講，係唔係？即咁樣喎，哇！你知道我哋即點答咧？個心未見過呢啲情況啊嘛，聽就聽得多啦。以前聽阿包牧師啊，睇嗰個叫咩 Brother Andrew 有冇睇嗰啲書啊？天差啊嗰啲，哇！咦，自己嚟啊，咁啊咁諗啦。咦，耶和華試驗人心喎、啊，咦，即係有料到啦。通常呢啲環境梗係有神蹟奇事噶啦。啊，當然啦，我梗係冇咁熟靈啦，係咪？嚇，咁我哋自細就睇周星馳片大噶啦嘛，你知唔知啊？就即刻想，喂，你睇喺嗰度咁啊，就想走噶啦，係嘛？你明唔明啊？呢啲我哋入咗骨噶啦嘛，一睇喺嗰度啊，走啦！但係喂，你知唔知嗰啲公安有槍啊？咁啊，諗下依周星馳呢招唔得喎，咁啊嚇，咁啊周星馳呢招唔得啊，出彼得啦，係咪先？彼得個招係點先？
三次点样啊？我就想下，咦，佢三次，我一次啫，顶笼系，仲有两次 quota。我正想谂下点样甩身嘅时候，突然间后边有一句声音喎，广东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哇！一拧转头望，冇人喎、啊，嗰下嘢先恐怖啊！哇！你有冇听过？你有冇听过聆听神声音啊？聆听神声音，我哋成日都话神啊，你跟我讲话啦，你跟我讲说话啦，都冇噶，通常都。但系哇，嗰一刻净系讲一句英文啫 ，Leave me alone, please 咁啊，你放过我啦，我净系想自己做下主见啫吓。哇！突然间心中好挣扎。嗱，你知道佢系揸美国护照，我老婆踢出境，我哋揸回乡证嗰啲扣你三年。三年仲要你自己俾錢喎，你知唔知中國係咁啊？你坐監仲要俾翻錢公安，因為佢好麻煩，要日日照顧你。你冇錢，佢問你屋企人攞，你真係噶，你要多謝佢坐車嚟訪問你。佢每日會買飯俾你食，但你俾埋佢嗰個飯錢，係咁樣嘅。三年唔使經過司法程序，正所謂三年又咩啊？三年又三年。大佬新婚兩個月，哇個心卜卜卜卜跳，就好似彼得話：主啊，我整夜勞力，沒有得著什麼，係咪？但係頭先嗰個是就説是，哇！就喺呢度好清晰喎，好清楚喎，心中就做咗一個決定啦。哇！主啊，我又啱啱結婚啊，即會坐監噶嘛，死到咧！彈嗱，你知唔知呢個彈咧唔係？好簡單彈出嚟嘅，呢個彈包含住好多掙扎，呢個彈包含住你將你條命仔擺喺個監牢度，老婆拜拜啦。呢個彈咧係即係好似你試過便秘未啊？同你便秘屙唔出差唔多噶啦嚇，哇彈依從你嘅話，我就同個公安講，即係唔得，梗係冇咁有型啦。有，説啊！我真係期望有神蹟發生啊！我嗰陣諗咧，會唔會咧，即係打雷劈死佢哋咧，或者個地裂開咧？點知你知唔知？當我一講完之後，發生咩事啊？我前面嗰個就一嘢拉住我呢度嚇，跟我去派出所啦！哇！我後邊我即刻，其實我好驚啊，個腳都喐唔到，後邊嗰個就推我，我老婆就好眼大大咁望住我。老公，怎麼辦啊？點啊，老即係佢講緊話，老公即係點啊咁啊？你即我就講咗所有都男人都會講嘅嘢，你知唔知講咩啊？美帥，姊妹，你知唔知當男人講美帥即係點樣啊？出事啦！美帥啊！哇，跟住你知啦，佢隻眼又大喎，唉。我又梗要扮冇嘢，冇嘢嘅，你小事啦，見慣大風浪啦嚇，哇個心裏邊係下點算咧咁啊，咁啊行唔喐，啊突然間咧前面嘅公安行下停低，令啊就同我講，啊我都唔好知你哋住邊度啊，有冇登記啊，有冇證件啊，攞嚟，哇你知唔知啊？我自個心裏邊咧基本就諗啦，上一鋪就梗係聽上帝啦，呢一鋪就轉裝啊嘛，你試過打麻雀未啊？轉裝，我哋唔信耶穌成日打麻雀噶嘛？轉裝嘛，上次你做，咁啊今次點啊？我做咯。嗱，上次已經諗下啊，有咩甩身之計啊？講大話啊？話未登記啊？點樣又冇帶啊？即心中已經一紮諗頭想出嚟，即想係甩身噶啦。點知正喺度諗緊講呢個定嗰講冇帶定冇登記定咩時候諗緊講邊個時候，突然間聽到咩咧？是。就说是，不是就说又嚟喎，好清楚喎喺后边，哇个心震一震，哇咦咁啊，即系我老婆望住我，我好疑惑，你试过信耶稣信到好挣扎未啊？你要承认你嘅信仰啊，究竟系唔系咧？去到呢啲风口浪尖咁嘅情况啊，心中系唔系咧？就喺我最疑惑嗰阵。第三次，嗱呢一次唔同啊，頭兩次好似我嘅人喺你後邊講嘢，但係呢一次咧，就好似個耳仔邊咧，聖靈微細嘅聲音
是就说是，不是，但系好似听到好似听唔到，就说不是咁啊，好清晰。当时我自己觉得呢个系我人生信仰一个最大嘅考验。你知啦，我哋系睇周星驰片大噶嘛。周星驰嗰啲咩赌圣啊、赌侠啊、赌唔知咩嗰啲咧，有一招噶嘛，咩嘢啊？嗰啲叫咩啊？晒冷 ，so hand 啊！我将生命所有嘅主啊，俾晒你啦！哇，虽然可能会坐监，可能冇咗个老婆，可能会咁，但哇，弟兄姊妹，嗱，你明唔明啊？呢个但就系咁样弹出嚟嘅。呢、这個但你就咁讀聖經，唔係就咁讀一個字。呢、这個但你起碼讀你五秒鐘就啱噶啦。你下次翻去讀呢、这個呢、这個但，當你一但嘅時候，你諗下，咦？哇！喺冇錢又要奉獻，冇時間又要服侍，哇！好多樣嘢嘅時候，你彈完之後，依從你嘅話，我下網，我做一個行動嘅決定，回應上帝。弟兄姊妹，我個心諗，哇！呢一鋪梗係個地裂開，或者行雷劈死嗰兩個公安啊！咁啊～梗係冇啦！當我一講，俾咗個房卡佢，我俾個房卡，佢一攞起個房卡，一抽起個房卡，佢都冇睇啊！個公安即係咁啊，呢個房卡咧，佢一攞起個房卡，喺個頭嗰度搖啊，跟住近年哪年頭，跟住擰轉個身，扭住個屎忽咁啊行啊！啊，哇！我就好嬲啊，咁啊想踢佢啦，跟住我老婆就拉住我，喂，冇啊，公安啊，咁啊，哇！個心好嬲。跟住我又行唔喐喎，震，其實個人好震。跟住我老婆唔係，跟住後邊個公安就推我。咁啊，哇！其實個心啊，哇！嗰一刻我同你講，我信耶穌信咗幾年啦嗰陣，咦？要再 pray 個信耶穌信咗幾年？1987年信主，1994年全職服侍，嗰只係1995年信咗8年。但係突然間就喺嗰一刻，我心裏邊覺得。好似我係咪信錯咗咧？你有冇試過覺得諗下自己有冇信錯咗嘅？有冇啊？嗱，你哋都唔係好坦白嘅。我真係覺得自己信錯咗喎，係咪假噶？翻教會係咪呃人噶？翻教會係咪我哋一班人自己氹自己啊？係咪自己喺度自我催眠啊？我開始有疑惑啊，開始有懼怕。你有冇試過信仰有疑惑有懼怕？嗱，你哋又係唔坦白嘅。我哋有時會生命係咁樣。當我嗰時候，哇，覺得自己哎呀，好驚啊！啊，覺得係唔係嘅咧？啊，覺得啊，我個信仰係咪真嘅咧？跟住，哇，我喐唔到啊！嗰個人推啊推，搞咗一大輪，跟住感謝主。突然間，前面嗰個人喺度揈下揈下，嗰個人咧，停低，一擰轉個身，將嗰、那個。我嗰個叫咩啊？房卡遞翻俾我，走，我嗰陣企咗喺度，其實成個人咧嗡嗡聲噶啦，你知咩叫嗡嗡聲啊？基本上聽唔到佢講嘢嘅喎，哇！其實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喎，但係突然間喺個時候，佢遞個房卡出嚟，哇！跟住我一手就立咗房卡，就好似咧周星馳嗰出功夫啊，有冇睇過功夫啊？好似雀仔嗰啲腳咁啦，同我老婆啊，係咁跑。就跑翻去北京個機場，係嘛？長話短説啦，我翻到機場裏邊，咦啲童工都唔見曬咯，跟住我哋都唔知點算好，跟住我哋又驚啲人咧，即係叫做放長線釣大魚啊嘛，跟住我哋即刻求其就跳上一個的士度，咁個的士佬就用一口北京話就問我：你們去哪兒？你們？我都唔知去哪兒，跟住我都唔知做我是但啦，通常啲遊客去邊啊？跟住佢就車咗我去北京王府井大街。啊！有冇去過啊？跟去到北京王府井大街，我突然間見到一個鋪頭，1995年，我覺得停車我要入去，好親切呢度，好似翻咗屋企咁。有個好大嘅 M 字，黃色嘅麥當勞，從來未覺得麥當勞咁温暖。嗰日衝咗入去麥當勞，哇！個心定一定先，吸兩啖嗰啲咁嘅油益味，覺得好似翻咗屋企咁啊。跟住哇，我又驚人哋跟蹤我，我就買咗嗰啲紙盒嗰啲相機啊。大家有冇記唔記得？仲有啲紙盒嗰啲 order 嗰啲相機，個紙盒嚟嘅，又菲林嚟嘅，咁啊假一用一次嘅啫。嗱，你哋後生嗰啲唔知啊，有冇年青人啊？你又知咩叫菲林啊？你哋嚇，你哋都識噶，咁叻嘅嚇。菲林嗰啲相機嚇 ，AirPlay 唔得係嘛？阿細佬幫我搞AirPlay啊，你撳AirPlay出嚟啊
將嗰個 iPad connect 佢 WiFi， 跟住 play 出嚟就得噶啦。啊，跟住我就叫我老婆，老婆企喺度唔好喐，我就扮佢做嗰個 model 啊，跟住就裝喺佢後邊，咦？呢、這個黑色衫做咩望住我啊？係咪啊公安特務跟住我？你走啊走啊走啊！又從咧王府井啊跑到天安門，跟住我叫老婆企喺度啊，真係企定企定，扮影相。咦？呢、這個白色衫，哇！個樣梳曬蛋撻頭嗰、那個係咪公安咧？哎，又驚啊，又走啊！咁啊，哇！我全個北京同你講，哇！由天安門就走到地安門，由天壇啊走到地壇，東單啊走到西單，你知唔知呢啲地方啊？哇！大佬除咗八達嶺太遠冇去到之外，全部去曬。哇！轉咗一日，跟住夜晚大概九點鐘咧，我哋就去咗一個叫 Great Wall Sheraton 長城酒店。咁我哋約曬班童工喺度。一去到全部啲童工喺度，佢就問我哋阿 Samuel、阿 Sharon 啊啲鬼佬就問我 ：Where have you been？ 你哋去咗邊啊？我哋同佢講，佢原來當其時係咁嘅，三趟人士嗬，第一趟走曬二十幾人，三千本聖經。原來第二批人咧，三十幾人，六千本聖經喺個海關 custom。被人開曬皮夾，有兩個 officer， 即係嗰啲公安嘅就處理。佢話嗰兩個人咧處理完之後出咗去，跟住過咗一個鐘頭翻翻去，我懷疑都唔知係咪呢兩個人嚟嘅。跟住佢哋話，佢哋就全部俾佢哋走啊，都唔知做乜嘢。咁佢哋好開心嘅走啦，但係佢哋攞住六千本聖經，北京機場出到嚟咁多人，哇，成千人喺度，但係揾唔到我，揾唔到 Sharon 喎。一個我哋啲童工都冇喎，嗰二十幾個美國嘅弟兄姊妹，咁點算咧？揸住六千本聖經，又唔知去邊，又唔知自己住邊，哇！你知唔知道當時好驚噶嘛？又成千人喺度，啊！佢哋唔識講中文，但係就喺嗰度，佢哋啊，即係心中喺度祈禱啊。佢話祈禱嘅時候，你知唔知通常祈禱啲鬼佬就乜都唔講嘛，就會講一句説話噶嘛，講咩啊？哈利路亞！當佢哋就係啲中國人，乜嘢英文都唔識。但他們懂一句話，其實不是英文來的，但他們總之在中國的教會都會懂，是什麼？所以當他們的鬼佬二十多人在那裡哈利路亞的時候，突然間在人堆當中不知道哪裡就聽到哈利路亞，在那堆二十多個鬼佬就發了癲了，在一千個中國人當中是見到中國人都哈利路亞，那些中國人跟著哇，突然間在那裡哈來哈去的時候，突然間有兩個人頭在人堆當中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跟住就喺飛機場哈利路亞到停車場，感謝主，我哋大聲講咩啊？我同你講第三趟飛機個一樣故仔啦，佢哋出到嚟又係由哈利路亞到機場到停車場。其實當晚我哋講完之後，我哋都驚啊！三批聖經，有啲去山東，有啲去蒙古，有啲去另外地方，我哋驚佢追我哋，我哋祈禱啊，通宵祈禱，但係。二十幾年，我哋到今日都唔知點解佢哋會放過我哋。但乜嘢啊？依從神嘅話，神蹟出現在，所以拍一拍你隔離同佢講神蹟啊，出現在聽命時。拍拍隔離嗰句，拍拍拍佢，神蹟出現在聽命時。Amen， 哈利路亞！你聽耶穌嘅話就會有乜嘢啊？神迹嘅咩？你喺你嘅生活里边会唔会有啲挣扎啊？有冇啊？有冇经历困难啊？我鼓励你，鼓励你喺你祈祷里边加一个字，咩字啊？蛋。你食饭加唔加蛋唔紧要，你只咸肉粽落唔落蛋都唔紧要，但系就系你嘅祈祷加咩啊？主耶稣，我好多问题，一二三四五六七，蛋。依从你嘅话，我用行动回应 ，Amen。Amen？ 所以鼓励弟兄姊妹，神迹出现。跟住第二句话，神迹出现在乜嘢啊？一齐讲，神迹出现在后面。我哋等神，原来耶稣要行神迹，佢揾一样嘢叫做器皿。一齐讲，揾咩啊？揾器皿。原来我哋嘅生命就系呢个嘅器皿。哈利路亚！当时候佢话啦，咦？照犹太人洁净嘅规矩有乜嘢啊？六口嘅。石缸，嗱呢啲石缸就係咁樣款噶啦。我啱啱去耶路撒冷博物館啊，舊年時啊定前年都唔記得咗，我就影嗰啲相。一個石缸啊，好大。據佢哋講啊，用而家750ml啲紅酒咧，可以擺200支。六口石缸啊，你計一計條數啦。
啊，當你一個缸啲攞啲黐黐地紅酒啦，$50馬幣一支嗰啲啦，啊，都$10,000一缸啦，啊，六缸無啦啦個新郎執咗六皮嘢啦。啊！何況耶穌變出嚟嗰啲肯定唔止$50噶啦，係咪？啊，應該係啲貴價嘢啦，係咪？所以哇，原來神咧喺我哋嘅生命當中，本來呢個新郎，哎呀有麻煩噶啦，但係有耶穌出現 ，the best is 乜嘢啊 ？Yet to come， 更好嘅還要來。可能你今日面對一個困難難題，唔好埋怨，唔好猛掙，唔好灰心住，你要信靠耶穌 ，Amen。你要相信更好的会怎样啊？跟住嚟，哈利路亚！正所谓好戏在，哈利路亚！这个就是这个故事或者这个圣经故事带给我们的启发。你留意一下，这六个石缸，耶稣拿来做什么？做神迹的。如果你想想，这六个石缸之前是污糟的，哇，这个就腌过豆豉，那个腌了咸鱼，那个腌了吉仔。咦，这红酒一拿出来，为什么有豆豉味的？哇！呢、这個就係豆豉鯪魚味喎、哦，啊！呢、这個有啲鉛黐味嘅，所以你諗下，呢六個石缸要可以俾耶穌用呢度啊，佢係照潔淨嘅規矩先潔淨咗 ，amen。所以兩個好緊要，第一係要潔淨嘅，一齊講係要咩啊？第二佢要 be available， 佢要預備俾耶穌可以用。耶穌要用你，哎，對不住耶穌，好忙好忙，綁緊鞋帶，你行先。咁耶穌唔揀你咯，咪揀第二個咯。Amen。耶穌揀選人，喺我哋願唔願意啊？弟兄姊妹，你願唔願意俾耶穌使用噶？你願唔願意啊？耶穌未必用啲好叻嘅人，耶穌就係用啲願意嘅人。你睇下嗰啲門徒，佢係咪好叻啊？未必好叻，個個都岩岩沉沉嘅，好似我哋咁。我都不是很厲害的，但是被耶穌用就，哎，我傻傻地說我在這裡請你使用我，是嗎？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成為一個有最蒙福的人，你就說耶穌我在這裡，我願意被你使用，是嗎？神跡出現在聽命，還有什麼？候命。十個童女的故事，你願不願意做一個預備好等候神的童女呢？哈利路亞，記得上牧師說的童女嘛，哈利路亞。你留意下有一段嘅經文喺提摩太啊後書第二章咁樣講，我哋一齊讀嘛，一二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銀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為貴重的，有作為卑賤的。人若自潔，脱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嘅善事。有時我們會想啊，點解神你好像使用他使用他使用他不使用我的，又好像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不祝福我的。弟兄姊妹，你看看這段經文，他說在大戶人家，就好像我們神的國裡面，其實有不同的器皿的。有些人的出身的本質，或者他才幹多一點，他身家好一點，但全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麼呢？重要的就是這些器皿是盛載神的祝福，是嗎？你想想，如果這一樽水代表着圣灵，同一个圣灵倒在金杯，倒在银杯，倒在木杯，倒在瓦杯，同一个源头，应该饮落一样味道的，是不是？是不是？但有时，咦，你有没有试过，咦，拿个杯出来，咦，为什么，啊，有阵咖啡味的，明明斟了清水，很简单啫，昨晚就是个杯洗不干净，喝完咖啡，是不是？啊，咦，这个杯洗不干净，可能有些朱古力奶茶橙汁味，是不是？其實可能我們這個器皿還有些昨晚的味道，你有沒有的？你有沒有昨天那些猛疹味道在這裡？昨天鬧完架都未搞定，兩公婆今天還面阻阻，是的，昨天就是被人激親，現在還生氣，昨天還有些苗樹在這裡，還有些就是可能裡面有很多的東西，我們都還有些叫昨天的味道。我們這個器皿，聖經說怎樣樣才是聖潔的呢？怎樣才是貴重的呢？他說人若什麼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因為真正的貴重是不只是看外表，而是看我們的生命是否潔淨。可不可以說阿門？他說怎樣呢？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所以有兩個紅色的字叫什麼？預備。一起說叫什麼？所以不單止要潔淨，還要 ready。
仲要预备好，所以我哋要装备我哋自己，系咪？预备俾神可以使用我哋嘅生命，可唔可以讲阿门啊？你预备俾神使用未啊？就好似人哋赛跑，预备好啊！哇，我就 mass 啊，你等佢砰就跑噶啦，系咪？一 set 咁啊，砰就 go 咁啊！所以耶稣叫我哋今日预备好先。你预备好你的生命可以被神使用未呢？这个的大户人家有不同的器皿，但最重要我们拿走我们自己昨日的味道。你昨天有什么浸味在这里？有没有你昨天那些贪心的味道呢？有没有你昨天那些哎呀即是不饶恕的味道呢？有没有我们昨天那些还有可能呢哎呀我们自己小气呢？但求神帮助我们更新洁净我们，好不好？是吗？让我们今天可以经历神迹。你要不要经历更多神迹啊？当你预备，当你听聆听，到最后第三个，我们一起祈祷。神迹出现在什么呢？亡命时。这个我要解释一下。我是即做一些叫食字。第一个叫做听命，就是我们听神的命令。第二个叫候命，我们、好像一个仆人一样随时候命。第三个，神迹出现在亡命时。整个的神迹发生，为了谁个发生这个神迹啊？为了谁个？新郎，对不对？但是请问你，新郎自己知不知道发生了神迹啊？不知道的，新郎自己都不知道发生神迹的。新郎自己根本他连自己没有酒知不知道？不知道，懵盛盛的。为什么？他很忙啊。哇！嗰啲親友嚟到啊，喂，你好啊，歡迎你，招呼唔到，招呼唔到，飲多杯，係咁叫人飲多杯，其實冇得飲嘅。自己後躝著火，你知咩後躝著火啊？係啊，出緊事自己都唔知啊。自己哇，生命裏邊好忙啊，忙呢、這個忙嗰、那個忙嗰、那個，但係自己所有問題都唔知道。但係耶穌、瑪利亞、門徒、管筵席嘅，話嗰、那個管即係用人濤水嘅，冚唪唥都知道發生咩事，就係、是、新郎。懵盛盛，今天有很多人都好像这个新郎一样很忙啊。忙什么？忙生活，好像他这样，哎呀你好你好你好，招呼你招呼你，又招呼不到，喝多杯，很忙生活。但是生命出问题，原来生命要神迹。有些人自己婚姻，哇，老婆想着跟他离婚，自己这个男人都戆居居，还说挺好啊，很开心啊，哇，原来老婆都生气了很多年了。哇，個工作點樣啊 ？OK 啦，咁樣原來幾個同事諗住下個月辭職噶啦。唉，嗰個鋪頭啲財務啊，哇，出緊事噶啦。原來有啲人生活上邊根本好多問題，自己忙到一個地步都唔知道自己要神蹟，有冇見過啊？有好多人，你突然間今日，點解你唔翻嚟教會小組啊？唔翻嚟主日崇拜，好忙啊，好忙啊，好忙，但係唔知道原來自己人生需要嘅神蹟，有冇咁嘅人啊？但係你有冇留意？原来整个神迹里面有一个很主要的人，叫做玛利亚。一起讲什么名字？玛利亚找耶稣，为这个新郎求神迹。 Amen。 你们今天，我想最后离开芙蓉之前，不单止挑战你们的生命成为这个神迹的器皿，我更加祝福你们的生命要起来做玛利亚。 Amen。 有没有一些你的朋友、你的亲戚、鄰居，他們今天好像這個新郎一樣 要一個神跡，可能他的身體要神跡，他的生意要神跡，他的婚姻要神跡，他的子女要神跡。你可能知道的了，你可能在微信朋友圈、Facebook 見到，不要就這樣按個 like 就算了。你好不好好像瑪利亞一樣，去到耶穌面前為他求神跡啊？ Amen? Amen? 我很想鼓勵弟兄姊妹听到我们要怎样啊？行道，让我们芙蓉、我们这个爱恩社区教会成为一个承载神迹的教会。 Amen。 弟兄姊妹，我们起来，我们要承载神迹的器皿，好不好？我们起来做这个玛利亚向耶稣求，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起身先，好吗？我们一起去祈祷。我用崇拜队和我们一起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去将我们的生命做一次呈现，我们告诉神知道，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使用我们。 Amen。 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很多的无力，很多的软弱，但我们可以向你呼求，哈利路亚，因为神你是信实的，你是使到我们的生命可以有突破的，因为在有了耶稣
更好的还要来 Amen 我们一起宣告嘛，一二三有了耶稣更好的还要来再来多次嘛，一二三有了耶稣更好的还要来帮我一个忙望着你隔离哥祝福他鼓励他好吗告诉他你啊有了耶稣更好的还要来更好的还要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好吗哈利路亚主啊首先我想自己每个人我们都是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学识一个听话的仔听话的女是天父爸爸听话的仔女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可以经历神迹哈利路亚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成为一个承载神迹的器皿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全能的神的带领底下经历属灵上面的神迹哈利路亚主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你今天要不要神迹啊你今天需不需要神迹啊无论你是身体疾病的无论你是经济情况的人际关系的一些你解决不到的情况的但今天好不好我们都交在主面前跟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施行你的神迹在我生命当中好使到我可以起来同你去做你的见证哈利路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不一样的神迹在你呢你的生命里面呢什么是你现在要经历的神迹呢跟我们神说全能的神你能力无限有了你万事都有可能纵使大山在眼前你也能够挪去在你绝对没有那善事在人全能的神全能的神你能力无限我们一起来宣告神的伟大有了你万事都有可能是的主我们感谢你纵使大山在眼前你也能够挪去绝对没有那善事慈悲大我仰望无力你的恩典够我用只要我能够相信奇迹必会降临不靠灾难不靠势力，依靠神你的能力。只要我全心呼求，奇迹必会降临。再来一遍，成为我们今晚的祷告，好不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宣告，相信神是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的神。你们，他昨天行神迹。天也能行，在我的身上，也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Amen。我相信我们的神会听我们祷告，只要我们跟神说主啊，耶稣吩咐我做什么，我要做什么。Amen。我要跟从耶稣的话，环境怎么样没问题，但依从耶稣的话。Amen。哈利路亚。我们跟神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听你的话，我愿意等候你，我愿意成为神迹的器皿。哈利路亚，全能的神，全能的神，你能力无限，有了你万事都有可能。阿门。纵使大山，纵使大山在眼前，你也能够。我能
相信，奇迹必会降临，不靠才能，不靠才能，不靠实力，依靠神你的能力。只要我全心呼求，奇迹必会降临。神的能力，只要我全心呼求，奇迹必会降临。我们一起来开口发起来的祷告，求神的神迹降临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每一个的里面。哈利路亚，求神改变我们，突破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哈利路亚的卡巴巴巴巴亚西，高高的亚的卡巴巴巴亚西，呼的巴巴巴巴巴扎。首先我们先为自己来祷告。神迹出现在后面时，神要寻找一个洁净预备好的器皿。弟兄姊妹，假如我们生命当中有些东西难阻，神使用我们这个器皿，在我们的里面还有一些不洁净的地方，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思想、行为、习惯，今天好不好？我们把手按在自己的心里，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说：主啊，求你洁净我，求你更新我，好让我能成为那洁净的器皿，好让我能够胜在主你的神迹，好让我可以被神你大大的使用，好不好？你就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说：你说主啊，我在这里，不管我是怎样的器皿，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没问题，重要是主啊，我愿意自己，愿意悔改，愿意把我自己呈现给你，主啊，求你来，求你来使用我，触摸我，突破我的生命，好让我能成为这个世代的器皿，把你的神迹带到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的社群、我的国家，能够影响这个时代。主啊，求你帮助我这里，释放你的意志。释放你的触摸，哈拉巴西卡达的耶拉，哈拉巴夏卡达的耶拉。请撒勒牧师带领我们，为我们的生命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你不是看人的外表，你乃是看人的内心。主啊，我们在你里面没有可以隐藏。主啊，我们只完全把我们这一个不完美破碎的生命交给你，说主，我们这个生命、这个器皿，甚至可能是破碎的器皿，主，我们说我们交给你。主啊，我们真的愿意你来洁净我们、医治我们。是的，主，我们知道我们真的不是为自己而活。主，我们为自己而活没有意义，这个世上一切的都会过去，唯有为你的国而活的才会存留到永生。主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再次把我们的心交给你。因为主，我看见刚才祷告的时候，我看见你就
拿着我们一颗一颗破碎了的心，充满伤痕的心，但是你用你的宝血去洁净这一颗心，甚至你让这一颗心能够有心，你让我们能够有耶稣你的心，能够有你的心肠代替我们的心肠，有你的怜悯，有你的爱代替我们的自我中心，有你自己的话语代替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谎言。是的主，我们跟你说我们在这里，是的，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破碎的心献给你，主啊，你就能够使用我们，你就能够来改变我们，你就能够让我们真的成为你爱的器皿。主啊，我们没有可夸的，我们只夸你的恩典，只夸你的爱。主啊，我们那么微小，我们那么不配，但是你却拣选我们，你却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你称为我们为义，更加你让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主，圣灵，你就是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的宝贝。是的，虽然我们是很低微的瓦器，但是却有这个宝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叫我们能够彰显神你的荣耀。所以主，我真的求你对我们这里每一个你所爱的儿女说话。主啊，你认识我们，主啊，你这个微小的声音跟我们说，只要我们愿意，这个破碎的心也会变为一个荣耀你的生命。和这个我们生命里面本来是很多的黑暗，但是因为我们愿意，你的光就要进入，你就要来洁净我们的生命，成为贵重的器皿。主啊，真的，我看见很多，当我们说我愿意的那一刻，很多的锁链就被断开了，很多的真的仇敌的压制就离开了，很多我们生命里面的伤痛就得医治了。主啊，就是只要我们说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就是这么简单。就好像彼得那个三次不认你的彼得，真的在他非常的困难的时候，他就听到你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啊，他说你知道我爱你，我愿意爱你，就是这个祷告就改变了他的生命，你就完全的来改变他，成为一个被你大大使用的使徒，成为一个刚强壮胆，不怕逼迫，不怕艰难，为你而活的人，因为他说我愿意爱你。所以主，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跟你说，是的主，我愿意爱你，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献给你，我愿意单单的顺服你，我愿意听从你的话，我愿意跟随你。主啊，我愿意真的预备我自己的生命被你使用。谢谢你，因为我的生命为了要单单彰显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悦纳我们所献上的祭，因为我们都是活祭要献给你。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彰显你的荣耀。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听你说，我们是你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感谢主。我特别想最后有两个祷告。第一个，当中有没有人在你的身体健康上面需要神迹？身体健康神迹哦，你举起手好不好？你身体上面所面对一些疾病真的需要神迹，你举起手，举高一点好不好？旁边的弟兄姊妹好不好？我想请边上的弟兄姊妹，你看到有人举手，我围在你身旁的，我们按手在他身上，按手在他身上，我们奉耶稣的名祝福他好不好？祝福他。另外一个，假如你在经济上面需要神迹，经济上面你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困难，大过你能够解决的，你现在你举手，现在举手，经济上面的好不好？我们旁边的看的人举手，我们就按手在他身上，按手在他身上，我们后面把边上我们就为他祷告。只有两种人哦，健康上面，经济上面，我们现在同心合一，我们一起来方言祷告，我求神的灵来开启，哈拉巴西利亚来帮助我们，你把为祷被祷告的祝福他，能够成为一个亲密，成为后面的人，哈拉巴圣哥巴巴巴巴巴巴巴呀，你过去像玛利亚一样代求，在耶稣面前代求，求一个神迹，
求你的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宣告就有奇迹，坚定相信就你会拯救，只要坚定，只要坚定来宣告就有奇迹，坚定相信就你会拯救，一起来宣告，我们要坚定的，只要坚定来宣告就有奇迹，坚定再来一遍了啊、哦！举起我们的手，只要坚定来宣告，宣告，只要坚定来宣告就有奇迹，坚定相信就你会拯救。相信奇迹你会降临，不怕灾难，主啊，不怕死亡，看你的灵，你的神灵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施行神迹，只要我全心呼求，奇迹必会降临，奇迹必会降临，主每当我仰望无力，你的恩典够我用。我能够相信，在我们的生命中，奇迹会降临，不靠灾难，不靠势力，依靠神的能力。只要我全心呼求，奇迹你会降临。只要我全心，只要我全心呼求。奇迹必会降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最后，我想多用一分钟，好不好？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心中想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好久没来教会了。或者说从来没来过教会，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就把他的名字带给耶稣。你说：“耶稣，求你在这个朋友生命当中显神迹，打开他的捆锁，好让他信耶稣，好让他回转归回耶稣。”我算一二三，然后我最后我们用一分钟一起开口提名，为刚才心中这个朋友来祷告，好不好？我们相信他能够在未来能够回到教会里面。 Amen。 一二
上最后一分钟的祷告，哈利路亚，来把西迪了，开口为他的名字来祷告，为这个朋友，为这个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们能够回归到神的家里面，哈利路亚，能够再一次神的神迹大能释放他的生命，释放他，不要被魔鬼捆锁，哈利路亚，我们愿意像玛利亚一样，把这个名字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你帮他，帮他，帮他，他有困难，他有问题，但耶稣，你帮助他，让他。更好的还要来，你有了耶稣，更好的还要在他生命当中。主啊，我要愿意，愿意把这个名字带到耶稣的跟前，成为他的帮助，成为他的祝福，成为这个福音的使者。哈利路亚，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同心合意，只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哈利路亚。请你帮我一个忙，今天回到家睡觉以前。发一个微信 WhatsApp 给刚才祷告的人，告诉他，嘿，好久没见，我为你祷告，更好的还要来，祝福你，好不好？今天晚上就给刚才那个人发一个消息， Amen。 好，请坐，时间交给我牧师。好，不好意思啊，长气了啲，你知啦，我哋香港过来是咁噶啦。好，谢谢我们的刘牧师团队，掌声，谢谢他们，感谢主。可以，刚才我们刘牧师也为我们九三八事件围着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的，这个名字记得写下来之后呢，写在你的这个笔记簿，笔在那个圣经里面为他祷告。记得我们会推动这个灵魂拯救的这个运动，九三八非常重要。阿门，感谢神。记得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就负担，也就这个的心去做成。哈利路亚，感谢神。好，记得上回有不要忘记后呢，不要忘记谢谢我们。牧师还有这个团队啊，我们就以这个呢主导文做结束。记得明天七啊晚上七点半，在新城教有办一个呢理财讲座会，这难得的机会，请到王凯顺老师为我们主讲这个课题。那么今天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愿主耶稣的恩惠、上帝慈爱、以色列感动和团结与我们同在，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可以平安的相会。